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所以今天还是一样一个汽车追寻的参赛今天任务，用这个半场机会十辆汽车，这样子的话在月球表面就会比较容易一点，而且是上线，因为我有两个好友的帮忙。希望月球表面不要有什么疯狂的人啊。OK， 暂时应该没有多少疯狂了。Boom， 一个。不行，有一个圣诞雪橇在那边。这样的目标就是先干掉他。闪射炮，四个。哎，再来。OK， 五个，六个。为什么会完全没有伤害的？七个，
八个，九个，还差一个。我猜我的地雷我都完成了哦。OK， 所以这奇奇怪怪任务有朋友的帮助，很快就完成。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